月11到16日，第19届我爱祖国江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这赵成功举办。本次活动共有39支代表队1800余名师生参加了角逐。日照航海运动学校组队参加并频传喜讯，秦海洋、徐辉、张宇获得我心中的海江主题创意赛一等奖，徐辉获得白马湖号遥控帆船赛中学组二等奖。另外日照航校队还获得中学组三等奖6个，小学组三等奖3个等好成绩。